好，昨天新闻中我们在带您关心呢，有一名几个月大的女婴居然受到自己的干爹姐姐的干爹意外虐死了，也就是这名男子呢嫌这个女婴太吵，居然就将她活活打死，还将她用黑色的塑胶袋绑着弃尸在路边。面对这样的情况，昨天呢小女婴的外婆跳出来呢，她非常的生气，她说这对父母呢，也就是她的女儿跟女婿真的太夸张了。据了解，这名嫌犯还曾经染指她的5岁孙女，居然现在这对夫妇还会将自己几个月大的女儿再托付给这位詹姓男子来照顾，真的是太离谱，让这位外婆是痛彻心扉。